天已经黑了，我们把这个水打干啊，然后我们要切豆腐了啊，这个豆腐已经可以了，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现在晚上11点钟，我们开豆腐，把它打开啊，老爸的话把它打开啊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成豆腐了啊，已经压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哇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哇，已经成了啊，成豆腐了，给你们看一下这种大蒜里的豆腐啊，就这样做出来的，把它打开，开始打了啊，这个豆腐啊，把它四四方方打齐，等一会儿啊，把它再这样子打一次，让老爸拿一块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大蒜里的豆腐、啊、做好了，老爸都轻一点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就是豆腐了啊。然后我们一块一块的弄进那个烧鸡里面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豆腐啊，做成这样子的了啊。有这么多块啊，好多块。打印了，这是我们大山里面的豆腐啊，马上就做好了。做成霉豆腐的话，明天还要晒干啊，切成小块晒。现在已经天亮了，我们把这个晒起来。